小柯，你在你哥那儿可能比在这儿更轻松、更快乐。我看不是，是我不在，你会更轻松、更快乐些吧？是也回国了，他刚才送你回来的。婉玲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和他没有什么，我们刚才只是偶然碰到。那我和韩波也没有什么，你们为什么就都不相信呢？ 我知道，你和韩博很投缘，这是我在和你好之前就知道的。我和韩博真的没有什么，我们俩完全是清白的。他就是最近遇到了困难，没有钱住旅馆，我才让他搬到我哥那儿去的。而且他遇到这么尴尬的境况，他不想让你们大家都知道，我才瞒着没有说的。小柯。 刚打电话回来说，他临时有事到外地出差去了。小哥哥、陶迪姐都已经回来，在上面呢。啊，那你忙你的吧，哎，好的。你得保护你们啊，咱们回家就当你们一伙伴。好了，有儿子儿媳妇陪你吃饭可以的。